一位也不可。沿途有人来吻，有人来锁，都影响我继续做我。一场人生因人如此多，四铺天更台地，门和万千的星与我，如若要答谢谁，上半生早满座，生活是流浪，你将彩蛋分散着给我。你赠我美好的意外，明日让我继续全开，给有缘相交的每个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回首才发现，这世界滴滴点点全部都是你。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告诉你，告诉你我没有忘记。那春花长满天星星，平行时空下的约定，再一次相遇或会紧紧抱着你，紧紧抱着你。希望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的嘉宾，好不好？胡夏，客勤哥。哎呀，好开心哎！我要用广东话说话的，可以说吗？只会说一句，好，大家好，我是胡夏。你哋食早饭未？还有呢？今天好开心啊！广东话不会讲今天的，今日啊，今日，今日，那再来一遍啊！刚才剪掉啊，今日好开心啊！哦，跟客勤哥一块儿唱了我的歌，系唱你的歌，对对对对对，哇！那些年，那些年啊，那些年，那些年，那些年，年呀，对，年年年年。年年年，对，希望大家哦，那些年，对对，希望大家喜欢还中意啊，中意都得，都得，中意都得，中意，多谢大家，好，哦，谢谢谢谢。胡夏呢？胡夏就是一个，我其实我们之前在一个晚会上面已经合唱过。对，但是如果是有这么荆棘的一段时间在相处的话，就是在披荆斩棘里面啊。是的是的是的，对对对，印象很深刻。我记得应该是秋晚，中秋晚会，对对对对对，2022年的，然后那天我爸爸也跟我去了，他说哇，你跟客勤哥合唱红日啊，他说我想去跟客勤哥拍一张照片啊，合照一张。然后我说好的，没问题。然后到了场馆，到了那个现场没进得去。然后我就跟客勤哥说，我说客勤哥，爸爸很喜欢你的歌，很想来跟你拍张照片，但是刚才没办法，因为没得进来。然后客勤哥就把这件事情就记在脑海里。然后我们在今年披荆斩棘的哥哥的节目当中，我跟客勤哥见面，客勤哥跟我说的第一句话，上次没能跟你爸爸拍到照片啊，这次找机会我跟爸爸合照一张。哦，整个心融化了。客勤哥太好了，谢谢客勤哥。没有没有没有，结果呢？我那一张的照片我们今天拍了。今天拍了。爸爸来了，爸爸在哪里？爸爸在哪儿不知道。胡爸爸，爸爸爸爸妈妈都来了。对对，因为我说，谢谢，他知道我要去客勤哥演唱会当嘉宾，他说，给我订个房间，我也到。我说好的好的，知道吗？你
知道吗？你说了一个跟家人有关系的，我也说一个跟我的家人有关系的。那我太太平常不是每一场都会来，因为来了很多次，也看了很多次。是是是，然后结果她知道你要来当嘉宾的话，她可以叫胡笑哥哥唱那些年吗？如果她唱那些年的话，我就过来。哇，谢谢。因为她在她的那个常常，我在家里面，她常常会播一些音乐出来的，其中一首就是你的那些年。哇，谢谢嫂子喜欢。谢谢。不知道她坐在哪里。谢谢。谢谢嫂子。其实说实话，我刚刚就是克勤哥接到克勤哥的邀请，我有很多首歌想唱。哦，我在确定唱生日之前，我有纠结了很多天。对，我没想过他突然间跟我说他要唱这一首了，就是纠结了很多天。对，因为你看有飞花，我也很想唱。他本来是想唱这一首，我很想唱旧欢如梦啊。哇，我觉得可以挑战一下我的舞蹈。哎，这个不能太高的。哦，太高的不行。哦，不好意思。对。啊，就到这儿。稍微一点点。OK， 就是。那要不下一次我们好尝试一下。好，希望大家再一次给最热烈的掌声给我的好兄弟胡夏。谢谢克勤哥。谢谢你。今日咧比较特别嘅啊，今日咧就我过往好多好多站嗰度咧就。哎呦，仲有幾日嚇？點解冇蠟燭嘅？係喎，唔可以有。咁我哋當有啊。啊係喎，好唔該，點著佢。點著佢，點著佢。好，點著，好。吹許個願。係咪應該要再唱一次？許個願。老師許個願。好。好 ，OK。好，咁啊。其實係因為之前咧。一直都是老師對我哋非常之好，咁之前我就非常非常非常之幸福咁樣。老師有一次咧，就係我參賽嗰陣時，老師喺台上陪我過咗我自己嘅23歲生日，所以今日想趁住呢個機會咧，你繼續講落去嗰時，唔好講我幾歲得噶啦。所以咧，趁住今日想祝老師生日快樂。謝謝。师可不可以先没有赶我们走？什么？因为还有一首歌，我们还准备了一首很特别的生日快乐歌，我相信全场的人一定都会，那就是对所有的烦恼把所有的快乐亲爱的生日快乐，每一天都精彩。谢谢。我第一次收到这个生日歌，多谢你们。谢谢各位。谢谢。喂，好累啊。七点几唱现在。你那个真的十八二十二咩？不过呢其实这个演唱会由去年开始一路由香港一路做到去了很多很多不同的地方，中国内地很远的地方，美国啊，新加坡啊，马来西亚，很多地方。咁终于来到这个广州，就是我们这个 tour 的差不多最后一场。咁我会觉得其实我每一场都很享受，因为现在的感觉跟我以前做演唱会很不同。以前呢可能就觉得做一场就过了，做一场就过了，好像不懂得去享受中间的过程。现在其实每一次当我在个升降台那里升上来唱第一首歌，无论是什么歌都好，无论是粤语又好，普通话又好，我都会由那首歌开始一路
享受整個過程，享受到我降翻落去，因為我好珍惜，好珍惜你哋俾我嘅每一下嘅掌聲同埋每一下嘅歡呼聲。有啲嘢唔係必然嘅。我由1987年出道啊，頭先胡夏講。係啦，佢都到現在很多很多年，很開心到今天都還有人會來看我的演唱會，會喜歡聽我的歌，會因為我唱了他今晚心目中想來聽的某些歌而覺得有感動，覺得有共鳴，回家會想一下這些歌，我覺得我很榮幸。我想將以下下來的這首歌送給今晚所有的觀眾朋友。歌，用这歌结合今天你我，可与你歌兴奋多，而得得失失不必追究，得你愿跟我做朋友，就似是得天独厚。我珍惜得你跟我挽手，赢了世界，输走好友，等于一切全部也飘走。而得得失失不必追究，得你愿跟我做朋友，就算没有亦足够。我只想跟你可到永久，赢了世界，输走好友，得于一切全没有拥有。内地巡回的最后一场，由去年香港开始做到现在，都去了很多地方，即是那些上海、北京、武汉、成都、深圳、广州、新加坡啊、美國啊，好多好多好多，去咗好多唔同嘅，澳門啊咁樣，好多好多地方啦。咁就每一個地方都唔同嘅，因為個 rundown 又唔一樣啦。咁啊，唱嘅廣東歌同普通話嘅比例又唔一樣啦。咁亦都會因應某一啲站而會有啲唔同嘅改變嘅。咁今日又好開心啦，胡夏嚟做嘉賓啦，因為就算我喺披荊斬棘嗰個節目裏邊，其實都唔係好多機會同佢可以咁樣正式咁樣唱。咁那些年又係一隻我自己好中意嘅歌啦。咁今日都好高興嘅。咁同埋今日最好咧就係今日就冇時間限制。平時我哋做有啲內地嘅站咧就一到10点就一定要 cut 噶啦。咁唱多一分鐘都唔得嘅，唱多一隻歌都唔得嘅。咁但係今次就今日唔知做咩事咧，係咪因為臨近生日，所以開恩咁咯？意外㗎，意外㗎，意外㗎，當然啦。咁就我懷疑我今日收到有200个公仔飛彈咁，一路唱歌一路行出去，唔好再掉，唔好再掉。佢下邊咧有啲咁樣喺呢度過啦，有啲喺腳底，佢哋掉唔到咁。是不是覺得我是全龍蟬啊？還是還是覺得我很喜歡玩公仔啊？啊 anyway， 即多謝大家對我的愛啦，是的，我會放在個倉裡面。我是一個很懂分配時間的人的，我就算未到生日呢，我已經中間三四日我又攝了去泰國啊，我又攝了去韓國啊，我又攝了去日本啊，又攝了去馬拉啊咁樣。我會在那些中間卡那兩個演出的時間呢，我就會走噶啦。咁即係時間就有限嘅，睇你點樣去分配咯。咁我又想工作，又要揾錢，又要去玩，咁就考自己點樣去分配時間咯。會啊，二月就會澳門仲有嘅，咁就內地就完㗎啦，內地就應該唔會再有。咁二月就應該會有澳門嘅。咁嚟緊啊，仲有馬來西亞咧，唔知佢哋安排啦。總之佢安排咗，我咪唱咯。佢好中意那些年嗰只歌噶嘛，因為佢喺個 playlist 嗰度，即係成日都有嘅。咁佢一知道胡夏嚟，你可唔可以叫佢唱？我本來想我哋想唱知否知否嘅。咁但係佢話：胡夏，你不如唱那些年咯。咁我咪問胡夏 O 唔 OK 咯。咁佢又 OK 喎。咁咪胡夏仲送咗好多佢家鄉特產，即係佢爸爸係廣西人嚟嘅，送咗多即係嗰啲唔係個個人都接受到嗰啲螺絲粉啊，即係好大陣味嗰啲咧。我個仔好中意食嘅，咁送咗佢屋企好似做呢樣嘢，即係哇幾箱螺絲粉喎，係咯。